你要肥，切吧。喝水不少，我弄点水。啊？不喝就检查了，不是？吃东西不能吃东西吗？嗯。好吧，那快切吧，早点去，早点回来，要不然都净排队了，好吧？好。然后现在啊，菲菲，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了啊！你东西都拿好了吗？拿好了，啥东西？都啥？好吧，出发了啊！我上那儿也买着呗，走吧，行，坐吧。现在呢，我们已经检查完了，准备回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然后现在我们俩已经从那个医院回来了啊。想必啊，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啊，可能有一些粉丝也猜到了啊，知道咋回事啊？因为前阵子嘛，我一直说这个菲菲的身体不是不太好嘛，身体不太舒服啊，就是这样。也有的粉丝也会去关心去问啊，就是问他到底是怎么样嘛。然后的话，我在这里啊也去。对吧？就那个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啊。但是到今天了，就是我觉得应该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啊。我可以在这里对吧？就是很开心又很激动的啊，去和大家去分享这个消息啊，就是这样。因为之前是时间比较短嘛，有些东西说了不太好，对吧？我们这边每个地方都有这方面的风俗和习惯啊，就是这样。所以的话，这个。之前没说啊，也希望大家见谅啊，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见谅。然后现在的话就说了啊，这个大家应该看，对吧？刚才拍的那一点儿应该能够看出来啊。今天带了菲菲去医院，我们是去做了一下身体检查，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菲菲这个就是肚子里面啊，然后又多了一个小生命啊，就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很开心啊，能。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现在的，就是我现在就有一些激动啊，坐在这儿啊，就这样说啊，就有一些激动啊，就跟大家去讲啊，就是说从知道菲菲怀孕的那一刻起啊，就是整个人的心情啊，就是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忐忑，也非常的就是害怕啊，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或者是害怕有一些什么意外或者怎么样啊。所以的话也是特别的担惊受怕啊，然后在这整个过程中走到今天，菲菲作为对吧，母亲吧，也是就是经历了特别多特别多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挫折，还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困惑，还有身体上面的一些不适和不舒服啊。然后我看着她真的这个，就是这几个月啊，一直看着她这么走过来啊，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善良、非常。对吧？非常伟大的一个女性啊，真的，我是能够感受到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我说这个，对吧？恨不得真的是我能够替她分担那个时候的，对吧？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呕吐的时候的那些痛苦啊，说实话，真的我特别想替她分担，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在这里呢，真的要特别的谢谢菲菲啊，真的，特别的感谢她这么久受了这么多罪啊。但是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啊，要走啊，然后我也没办法，对吧？代替他受我的罪，所以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对吧？就是说，在照顾好毛孩子的同时，拍好视频的同时，然后也能够用心的去照顾和关心菲菲，就是我现在目前，对吧？就是能够做到的，因为。对吧？说句真心话，大家看阿飞视频这么久了，也知道，对吧？阿飞每天也都挺不容易的，因为
大家看到的每一条视频，因为从对吧以前到现在已经更新了好几千条视频了，大家要知道每一条视频都是付出了我很多的心血，也是我每天每日每夜有的时候还要熬夜，有的时候就特别晚，有的时候拍出来然后剪辑，然后大家看到还得回复大家，就是很多心血在里面啊。就阿飞的频道也是特别的不容易啊，能走到今天，走到对吧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去对吧宣布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真的我是由心里面就是特别的感谢啊。这么一路以来看阿飞视频陪伴着阿飞，而且在背后默默的鼓励支持阿飞的这一些粉丝和朋友啊，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付出，就没有阿飞和六个毛孩子今天的对吧坐在这里，否则我们可能早已经对吧已经对吧穷困潦倒吧，不说这句话对吧大家应该知道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这里真的对吧我和菲菲真的是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就是这样。因为以前嘛我在家拍视频可能是有一些任性或者是我的固执导致的对吧，因为我对吧就觉得我觉得这样更适合我对吧，这个方式更适合我，我还能照顾毛孩子，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未来的话我会留在家里继续去拍摄，继续去创作视频，和六个毛孩子还有菲菲还有未来就是孩子嘛对吧，未来孩子大家知道的对不对，我也愿意去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然后让大家我们一起参与进来对不对。如果我们做的哪里做的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指正我们，然后希望我们也能够做得越来越好吧对不对，可以吗？就是说菲菲坐在这里啊，她没怎么说话啊，因为她本身的话就不太善于言谈啊，然后再加上怀孕她身体比较累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然后她能够坐在这儿啊，就是对阿飞工作最大的支持啊，也是对大家最大的这个尊重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然后未来嘛对吧可能就要迈入一个新的篇章吧，也算是就是未来会有新的宝宝新的孩子出现在视频里啊，等到以后我们也会分享出来这个对吧可能阿飞就在家做那个上次你说我是啥呀什么那个字叫啥爸什么超级奶爸，超级奶爸，这个菲菲说的哈、啊、就是这样。因为工作地点确实比较远啊，很多东西都对吧，一方面是我们情感因素，我是说实话是很不舍得他对吧每次往返那么久的距离啊，但是为了生活我们也没办法。就是到时候我对吧我们对吧就是视频大家和阿飞啊，我们可能对吧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生活啊，在这个家里啊，其实说实话啊，大家也算是见证了阿飞前几年啊，从自己一个人对吧，然后走到了这个和菲菲相识相爱，然后到今天我们向大家公布我们的爱情的结晶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啊，这个整个过程啊，还有未来可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们生活中更多的点滴，还有未来孩子的成长啊，这个说实话我的内心是又充满期待又害怕，期待对吧那天的到来，又害怕对吧有一部分粉丝会离开我们，因为说实话这么久了，有的粉丝嘛对吧有的过去也挺支持阿飞和六个毛孩子的，但是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一些粉丝可能有了自己其他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啊，然后很少啊再来阿飞的频道下方了啊，然后所以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遗憾啊，有一些惋惜吧可惜吧，因为有的我们都认识挺久，有的大家的 ID 啊对吧大家的视频账号啊，其实阿飞虽然有的时候没有回复所有的人，但是阿飞都记在了内心深处啊，阿飞都记得你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所以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重感情的嘛，就是希望啊以后我们能够继续对吧，就是未来嘛对吧，我们能够继续一起携手走下去，也感谢大家对吧
能够订阅阿飞的频道，能够继续观看我们的视频，然后我们一起携手，就是一起走下去嘛。因为说实话，就是我刚才之前说的啊，创作一个视频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分享更多正能量，对吧？我们有爱心、开心的视频，这就是我一直做视频以来的初衷嘛，也是我坚持这么久坚持，就是这么坚持的。动力吧，对吧？我觉得咱不比任何一个人差，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咱就一直努力在坚持，所以就坚持到了今天。然后我就等来了菲菲，然后又要等来我们属于我们俩自己的，对吧？孩子就是这样，然后就特别的感谢啊，还是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陪伴，也希望未来我们继续啊，大家能够继续支持阿飞的频道，继续支持我们。然后刚才说了挺多的啊，希望大家不要觉得阿飞啰嗦啊，好像感觉我一直在说话不让他说一样，我就真的不解释了啊。来，菲菲给大家打个招呼，别说我那个摇线你了啊，这是真人啊，这不是玩具人啊，是不是？承认真啊，人，真人啊，真是真人啊，因为确实啊，这个我跟他说的我说的啊，全部都我说了啊，我就说出来了，就是这样啊，就是为了感谢大家啊，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个激动而就是激动，对吧？我就有点不知道咋说了啊，这个心情，就是说一直就是说这么几个月走过来嘛，走过来的话，然后也算是顺利吧，一切顺利啊。然后孩子也算是健康成长嘛，因为没有，对吧，这方面经验嘛，阿飞我自己。然后的话，这个也不清楚这里面的流程啊，但是没想到现在生个孩子啊，是这么的复杂啊，这么的担惊受怕啊，因为每一项检查都需要，说实话挺多钱的啊。然后每项检查都需要我们亲身去体会，而且在等待中有一种特别焦虑的那种心情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知道啊？因为他可能确实不比我们之前我们父母辈，可能有的时候在家，有的都把我们给生出来了啊。现在的话就，对吧？几周就要检查一次，几周就要检查一次，这个就和我玩游戏闯关一样啊。你闯不好，你就很麻烦啊，就是这样。所以就，对吧？之前没有直接告诉大家，对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就是这样。然后的话，对吧？你们就是我和毛孩子的，对吧？这个整个世界嘛，只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就继续更新下去啊。按理说的话，说句真心话，谁怀孕了？按理说，我应该停更视频，去他工作的地方去陪他。但是菲菲说让我，对吧，在家照顾好毛孩子，拍好视频，不要担心他，他自己会照顾好自己。说实话，真的我就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感谢他能够理解我，真的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真的，我觉得虽然我没怎么接触过其他的那些女的，但是我觉得她真的心，我个人觉得她的心胸还有方方面面已经超过了很多的女人，也特别的理解支持我，真的，她一直相信我能够成功，她一直相信我能够越来越好，因为她觉得现在，对吧，是互联网时代嘛，就是这样，她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对不对，我们就会越来越好，真的，我不知道如何去报答她的这份信任啊，我真的会好好的爱她一辈子的，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女人，真的是这样的。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路的支持陪伴。然后今天就是说这些，把我的心里话啊，就是说完啊，这真的是说完。当然，菲菲让菲菲也听到了，真的，要不然我单独我们俩，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表达出来，感动不感动？感动。感动，哪有人这么直接要感动的？是不是？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女人，她不喜欢说那么多，但是却很坚强啊，一点都不柔弱，也是很坚强的女人，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支持我们未来的孩子，支持六个毛孩子，支持阿飞的频道，好吧？然后我们明天见，好不好？然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